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啊！ 我们现在都可以正式开始。我的名字叫安瓦吉尼亚，我是做这个秘书处的工作，就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而且就是我在非常高兴的可以说。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有120多个国家的这些青年 IGF， 我们在这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目标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我非常不好意思，我的那个声音就很难听，嗓子不舒服，那么我。 而且就是还重要的是，就是主要的并不是我会讲话的，就是主要的讲话都是由我们的同事们做的。那么就是从现在到11点钟为止，好，下面是我，是那个就是阿尔美尼亚的这个代表，他是就是我的那个就是和我一块儿就负责这个组织工作。 我们也是想就是正在要写一个这个报告，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们就是在这就是有关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区别，我们就做一个就是有关各个国家的这些特色，我们做一个那个报告。那么我们还有就是西非的报告，就是我们这些报告都是要就是我们。 就是和我们的今天早晨的所有的组织者在一块儿。那么就是另外我还非常不好意思，我们原来就是在这还有两个副主持人，一位是我，一个是 Melon Kate 女士。那么就是你们可能大家都对 Melon Kate 都是非常的熟悉，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国家的这些组织，可是。
除了他的原来的工作之外，他也是做了这些接网工作，可是非常可惜，他是由于就是生病，所以就是他今天无法参加，而且就是我们就非常希望，我们都是祝愿他就是快点康复，所以我就要渐渐是要依靠我的这个副主持人，就是办这个在线工作。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新兴的技术的这个论坛，我是相简单的，所以呢，就是也可能就是有的人对我们的这种地区性的和国家性的这种论坛概念还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就是我可以再做一个介绍。那么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在全世界都有这种。 互联网治理论坛，那么就是一共呢，就是在这有120个多个国家都是有这种组织，我们是开放的，非营业性的公益的，我们都是要就是做这种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这就是也是准备这些年会，像就是我们这次在这是有这种全球性的会议，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就是有120个就是成员国。 那么都是我们就是有187个国家已经非常顺利的做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就是也有最近还有三个国家要增加我们的就是要加盟我们的这个联盟。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有一个非常平衡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平衡的情况，几乎去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地图，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我们是很有很好的，就是全球方面的这个沟通。 而且就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些论坛都有自己的自主权，而且就是有一些事情很清楚。假如我们不携手合作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到。那么，现在呢，就是请允许我就是在，那么就，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也可以就是对于这些新兴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这探讨的，就是简单的探讨一下。特别是就是这个用户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到安全，不就是安全包容和人权，我们就是研究这方面的技术。那么下边，我首先我是想问几个同事们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做出一个简单的介绍。 为什么就是在所有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种新兴技术的，就是分布它是不平衡的，而且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而且对于它的应用、它的利用情况也是就是非常不一。所以我们以前呢，在这做了一些，就是前10个、11个月工作左右，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书面的这个研究报告。 那么就是这次的，就是这个讨论会的报告是，就是目标是，就是我们要证明，就是这种新兴的，就是这种新兴的技术，它是要有利于人民，就是服务人民，而且它也是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上也会有一定的就是导致一定的变化，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这些技术，它会影响或者就是会促进。 整体社会的这个进展，并不是对单独的个别的人士说。那么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互相连接。那么就是非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在这有马卡纳菲，他是马卡先生，就是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就是非洲的这些情况？好，大家好，非常感谢。我现在要提一个。
就是这个是一，就是2019年9月份的时候一个例子，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是我们是如何经过互联网可以加强联系，这个是查的，而且我们就是在这也是就是要了为了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目标。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发现了，现在还是有多少个人他都没有，就是他就接触不了饮用水，而且呢，就是这个也是涉及到世界人口的49%，而且呢，就是由于呢，就是像荷兰、肝炎等等，这都是就是以就是污染的水所传达的疾病，所以就是安全的饮用水，就水井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是能够接触这种。可就是有饮用水的这种开发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的这个项目，就是这个项目，用一个就是用太阳能驱动的一个服务器，而且就是也是用这种无人机，做勘探，就是做这份勘探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有一些那些低输出功率的这些宽带网，分布这些信息，而且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就是我们要给政府提供数据，能够更好的计划这个水利工程，包括比如说在哪就是搭水井，在哪就是做水坝等等。那么，而且。就要控制这些以水来传达的这种疾病。那么，查德已经现在已经建议，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在2023、2023年的时候传达到就是其他的非洲的国家，而且2024、2025年就还会越来越多的做扩建工作，而且以后也可以传达到中央亚洲去。那么，我们也在这也有自己的一个那个网页。好，非常感谢，而且非常感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就是你也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你的讲话时间限制在2分钟30秒之内，所以表示感谢。那么。我们刚刚听了马康的这个报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一旦就是有这种新型的技术的到来，生活着就是有得了转型。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有安全的饮用水，它好像很就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就是有的人还并没有这种。那么你现在是我们是有个小小的岛屿国。那么也是发展中国家，它的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美丽，就是有那么有120个国家，那么就是这种就是有120个语言，所以就是这个光这一个国家岛屿国是有120个语言，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想看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在瓦努阿图那边介绍一下这个新型技术会发挥什么作用？好，非常感谢，我们可以今天参加这个讨论会。而且我们是一个就是太阳就是太平洋的一个小小的岛屿国，我们的人口也不多，可是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有83个岛，那么我们可以说新型技术，对我们来说，对于非常基本性的这些需求来说，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在利用现有的技术，已经面临一定的挑战。比如说呢，我们，那么比如说，我们就做了那个电子政务系统，而且呢，我们在这也就是用了这个物联网、无人机、区块链等等技术，还有就是虚拟现实等等技术，而且就是还有投入一些这些人工智能。那么就是目前我们都还是基本上全面集中在物联网这方面的技术上。可是就是做这种投入之后会有什么收益呢？
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就是政府的行政水平，就是效率，而且我们也可以，就可以说，那么我们就一部分的这些岛，它一旦就是能够接触这些技术的话，特别是比如说就是也可以用就是移动电话。 还有呢，就是这种社会，就是社交媒体，这个对我们的农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且确实，特别是在这些边远的地方，它发挥很好的好处，很大的好处，而且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边远的地就是边远的地方来说，这种遥控技术很可能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和就是远程技术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而且这个是和我们的文化也有非常关系，就是对于我们的私隐，就是很多公民就是非常对于就是保护自己的那个私隐私表示保留，所以新型技术，我们有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也是介绍了一个区块链的服务，他。 那这也是和澳大利亚就是和澳洲政府的一个联合的行动，而且在这是特别是发生天然，就是发生天然灾害以后，就可以很快就恢复正常。那么就是这种服务现在已经有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有对于这些小社区，我们就加快他们的联系。那么这个就花了大约40美元左右，那么就可以在可以帮助他们就安装这些新技术，而且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在一些边缘的地方就安装了一些新系统，而且这个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很良好的结果。 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子政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府就是对很多政府来说，就是有可能是一个挑战，你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可是就是在政策当中也一直没有一些没有覆盖到的，就是没有想到的事。好，就是从我们比如说天然灾害的，就是抵抗工作或者就是饮用水。 现在下边，我们下边是看到东欧，就是马其顿尼亚北部，非常高兴能够到这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做介绍，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论坛，我们都是刚刚在2017年的时候被成立的，而且我们也当然就是代表巴尔干半岛。 新兴的技术在我们的马其顿尼亚已经可以说，那么比如说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国家的70%的公民已经接触互联网，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的这种使用率大约是人口的80%，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基础设施、互联网等等都不断的在增长，因此我们在。 本国也成立了这么一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最早在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概念，而且我们也是在这第一次开始，2年前开始，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就进行有关互联网的这个治理的讨论。那么就是网络安全。 生活日常生活的数字化等等，而且就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那个网络，就是第一次做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网络安全，就是网络安全中心反应中心，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这是第二年，我们主要呢就是对于这些网络安全和可信用服务。 做了，而且就是在主要是技术、学术、政府三方面的就是参与，而且就是在这我们也做了一个政府的行动计划，我们要避免传达谣言。那么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高利用率的这个互联网连接点的这种平台的研究。 而且就是我们北马其顿尼亚在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发挥很好的作用。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这个很有趣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角度。他给我们提很多例子，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们没有同样的机会，人家比如说，特别是在一个国家，有很多人口的一大部分就是没有可能表达自己是不被代表。我们现在要听意大利的调度，要听新型技术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做出如何的贡献。好，谢谢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代表意大利的看法。我们觉得有机会在这里体验是很重要的。论这个很基本的问题，这是在每个人所有的人应该有机会拿到所需的食品。也是说一些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有一些很富有的大的型的国家，城市，比如说柏林，有些人还是有一些乞丐，我就是在亚历山大广场住宿，我天天早上坐地铁的时候，有乞丐问我钱或食品，我们从非洲听到了，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资源。食品与其他自然资源很有关系，比如说，水的供应可能。我想报道一下我们在意大利做了什么计划。我们一个月之前在都灵聚合，聚集的。我们就说，如何能用 ICT 技术改善食品的分配？如何降低这个不衡量的分配？我们发现一部分人的是很浪费食品，有多余的食品；一部分很缺乏足够的营养。这是跟食品的分配和供应链很有密切的关系。这种供应链是很复杂的一个链，所以我们要在确保每这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要保证他们的食品的提供的食品的安全性。还有，确保就是工人的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天上工地的很种植的这些人，这个在意大利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跟我们的安全很有关系的。你们也许知道。在我们的城市，经常要供餐的服务，就是比如说，用自行车送餐，经常这些相关的公司就是利用这一些方面的劳动力，他们没有那种健康保险和。没有那种社会任何的福利，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改善这方面的安全和一些劳动力的生活的一些措施。我们也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地方政府和。一些社会福利相关的部门，他们都有一些倡议，就改善人这方面的生活。所以我们用快链、人工智能，都可以加入我们这种供应链的一些环节。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相关的法规，避免发生有。关于这些不同和不公平的现象，因为虽然这个新技术的平台的开放性和可联想性，
还是有一些就是脸肿的问题，在政府的级别有很多人，很多力量一定付出努力改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都已经推动在国家和地方级别应该有一种保护劳动力的相关的一个法规。谢谢，教授女士，给我们解释用一些具体的例子给我们解释，发达意大利的一些看法。虽然贵国已经很发达，你们还是要不断的付出努力，就是改善一些人的生活。我们现在还是要会拉丁美，就是。他们的那个拉丁美地区和世界的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巴西。我想听一下，我们是用那个人工智能在一些脸上的体质怎么用的这些可能。大家早上好，谢谢安雅受那个邀请，也是你的那个介绍词。我们是巴西的 IGF 2011年起，每年都召开一个相关的会议。我们是一直是谈的是互联网治理、联通性、cyber 安全、人权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我们开展不同的活动，做一些原则和。伦理原则的定义，对，遵守人权的一些方面，这些原则对巴西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那个议会和在立法部门有一些倡议，所以很多人就是担心有一些数据采集的倡议，可能只是。对，因此和数据安全呢，带来一些威胁，所以我们也是做这种面孔识别的一些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是执法部门呢，利用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进。他们用的这些技术，可能对，特别是对我们少数民族有如何的影响呢？这种人工智能和沟通交流系统，对民主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些假信息的发布和。我们最近2年都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坊和论坛，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担心，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民族是不是受一些负面的影响，通过这些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讨论会发生的一些大家要讨论的公开的一些效果，我们就是现在就谈了一个是那个面孔识别的一些公众的讨论，也是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和公共部门，有些人反对这种技术，以保护公民和人权的保护，有些消费者的那个联合会。他们就是提示到，这种识别系统，经常就是危害公民的人权。谢谢你这种很有趣的言论贡献。有时候，技术比我们的人先进，
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基于研究机构的倡议，可能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看就是一些未来被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巴西在这里会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现在往北走，有加拿大的 Nancy 在唱，现在要给我们讲加拿大有什么优先技术方案？我叫 Nancy Carter，我们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回答我们的这个因子方面的一个是和物联网的一些影响，有一个组织说。有1亿1400万的连上的那个物联网的一些最终端体检，所以就是每个人每个孩子都平均具有两个体检，他们的诺言的很多好处，但是他们也产生很多可利用的数据，当然也是会产生的一些威胁。因为如果这些体检的安全性经常是后部才安装的，所以消费者都对他们的这些体检的安全性可能不充分的了解，所以也可以一些操作的一些数据和滥用的一些数据，这是对我们的消费者产生很大的一些威胁。这个。加拿大的注册登记机构，现在准备在建立一个新的网络保护那个物联网的体检，以保证他们对互联网不产生什么危害。所以，我目前就是正在拟编制一些安全标准，在拟定一些物联网的标准，有什么安全的标志，以保证大家会接受的这些理念，我们也是一种多种源的一些拟定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现在想利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本国的一个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就是调查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一个重点是为国际的标准和对消费者有便利的一些安全标志。为了落实这个倡议的建议，我们也是建立一个落实落地的一个团队，一个组织，所以他也是应该，就是在加拿大，就是加入这个国际安全标准的讨论。我们做这个多方的利益相关者加入这种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以全面的就是争论安全标准。谢谢 Nancy，很感谢你提到这些安全标准，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也很感谢你提到我们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现在要听韩国的尹志聪先生，他要给我们介绍。在韩国对新型这些技术有什么方案？在韩国新型企业的利用率很高，我们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改善我国的这方面的安全标准，我们也是不断的开发这样的一些新型技术，
2019年，韩国政府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方案，有一个数据为引擎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要得到更多的考虑。我们也是做一个人工智能那个一个枢纽，一个开 E hub，就是 AI hub，就是要促进数据的利用性。这是作为我们那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企业和软件工企业，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就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数据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也要有一些公共数据提供给我们的公民，有些数据中心。所以我们现在用很多那些数据，巨大的数据量，为一些专利和医院在医疗方面，政府也说过，就是改进我们的那个数据利用法，也是数据保护条例得到了一些修改。这是保护数据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经济非常关联对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就一直是尝试把数据的利用和保护得到一定的平衡。所以我们这个方面的那些立法倡议，就是也要用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事，但是相反来说，这些信息技术也产生很大的安全的危险，所以。韩国也出了一个cyber 犯罪的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先是cyber 攻击反 cyber 攻击的一个系统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用那个公共私营合伙方式，我们投资很大的在大数据分析方面和我们互联网也要我为互联网有这里就是一个书，该书据就是他们用一些工具和手段，能显示的就是反抗cyber 犯罪，所以我们有一些研究员、一些部门，他们就是都是可以他的良好做法，可以共享他们这些良好做法。相反来说，韩国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就讨论这个问题。今年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峰会，这个论坛的主要的主题，是在那种新兴企业的滥用和恶性的用法，对民主和经济都产生一些比较恐怖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在第四工业的革命的第四阶段，韩国就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公民。
韩国的政府就积极的考虑这些问题和拟定一些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战略。谢谢你用餐，就是帮我们考虑到这些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开源数据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论坛的这个阶段，最后一个输入也是来自拉丁美，就是哥伦比亚的 IGF，听他们的报道，就是。好像，我们要提高你们那个市场渗透率，听哥伦比亚的这个这方面的提案，我很高兴，受那个邀请，我代表哥伦比亚的IGF，我们是去年10月份就是建立的。对我们来说，连通性和那个包容性是很重要的问题。哥伦比亚所有的那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扮演者，觉得联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网络那个人口的渗透率已经到70%左右，所以现在，主要是妇女和少数民族就还面临了一些问题。去年我们那个 ICT 部，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就是他们准备处理所称的数字鸿沟，和这是我们的摄影部门很欢迎这个方面的倡议。所以有很多一些网络和电信公司，他们是最后以盈利和那个自下而上的方式，就开展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应该能一些社区给他们提供折叠的那个联网的机会，所以一些社区就一起提出一些建议和联合付出努力，说我们也要联网。所以我们很多倡议都是自下而上，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也要提供一些给所有的公民，都是尽可能提供一些新型企业的连接性。所以如果建立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行为，我们一定需要配套的法规。拉丁美。以前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跳跃这个数字鸿沟。最近的倡议不是完全成功，因为我们还没完成把我们的建议就是加入新型的新里边的一些法规，我们。这个倡议还是能提出和提示到一些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政府、我们议会和我们的摄影部门和企业，他们都是意识到这个社区网络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民间社会和政府，就是一定提出这个移动性的联网的一个计划，把这些比较偏僻的社区联网起来。所以，有些识别的那个。倡议，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输入我们的那个法则，哥伦比亚就是在这方面
做出决策，可能有一个更广泛的那个注意和支持，在电网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采取我们那个多方力相关职的方式，能保证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进展。谢谢。 谢谢卡瑞娜，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个结果，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工作的结果，我们也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知道这个最后这个项目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那么今天呢，就是关于这一段这一节，我们就算是现在结束了，那么这节里面事实上呢是。 我们想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新兴技术在不同的国家里它的使用，如在各个国家它在新兴技术上使用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我们知道全球有些地方呢，当然是用新技术，比如说来这个使得这个食用水使得干净的水源能够大家享受到。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国家，是利用这些新兴的技术来这个对抗自然的灾害，比如像这些大风暴啊、苏阿米这样的大。 风暴啊，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它是为了用新技术把这个互联网能够推广起来，使得这些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人，没有这个基础设施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互联网带来的好处。 这些所有的例子嘛，都是说明大家非常勇敢的、非常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些新的这种问题，或者说新的技术的应用吧。那么我们是超过了90多个国家的这些人都在努力的使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利用新技术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那么。 通过这些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也好多具体的这种措施要得以实施，而在这个措施的实施中，我们肯定会有利益的一些冲突，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的冲突。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大家的努力使得新技术能够造福于人类。 好，那么我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第一个主题的，就是算是再次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可以进行，听众和我们这个主讲人的互动，就是说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您的不同的岗位工作的这种工作的这个空间里吧，是如何使用新技术的？那么我现在就是。 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一个这么一个重点化，然后把它放在我们最后的这个会议纪要里面。我们事实上现在有三个这个麦克风，这样可以大家使用来问问题。好，那么我现在就是。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请这个IGF的我们白俄罗斯的同事来汇报一下这个 IGF 在白俄罗斯的这种青年IGF 的工作。好，谢谢安妮。是的，就是说我们这块讲完也可以进行讨论嘛。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 IGF。 我们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不光是放在一个新技术上，我们也是致力于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广泛的推广使用，包括这个信息的这种传输和信息的收集，我们在这个技术方面或者说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就是在使用技术上和这个语言上面的这种问题，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那么，尽管技术上本身在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迅速发展，而且呢，我们的技术高技术企业也是非常的这个迅速的这种占领了它的业界，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白俄罗斯已经实现了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融贯通融会的真正的到位的这种情况，因为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这种享受互联网的这种基础设施，我们现在从这法律上我们也曾经有过我们有过。
过这样的陈述吗？就是说对盲人也要有上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说经技术，当然是推广在推广互联网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但是尽管如此，有是成千上万的这些人，他们呢，事实上，用他这个、用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啊，在这个有些这些他可以用这个用一个传感器把他的整个的这种信息身份证信息都把收集起来，这样呢他就不用带着这个身份证上街啊旅行啊，他就直接可以从这调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使这个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在这公众服务上可以直接使用的这么一个状况我们就是希望现在这方面呢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的实施但是如果在这个公共服务这块如果使用我的互联网，那么也涉及到一些这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这个包容性是这种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说英语的这些人，他们是在网上也有自己的语言来使用互联网那么当然就是说美国它在各个技术的发展上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我就请这个IGF 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青年组织的这个领导来说一说目前这个美国有些什么考虑IGF 年轻组织，我们呢当然也是每年都讨论关于新技术的问题。那么去年我们这个是专门探讨了这个物联网的事情，那么特别是讲到了物联网内部的安全问题。那么新技术，现在让大家最这个吸引人的，或者说在整个美国最让人注目的，是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这块的事情，就人工智能的使用，我们已经把它用在金融领域了，或者说在这个 IT 领域，或者是用在这个教育领域了，在这个政府和公共在公共事务这一块也用到了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各州的政府呢还就是做出了这么一个呼吁那么吸到更多的这种这个信息和这个各种这个科研的这种融资能够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呢有更多的这种推广，使大家都明白什么是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带给大家的可能性是什么对于这个公共治理和这个公共事务上面有什么影响。那么白宫本身也启动了一个技术的倡议也是说到了关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道德以及在这个使用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安全的问题。那么人工智能或者是说这个技术的这些社团们，技术的这一届业界的人们，还有政治的人们，他们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关注了。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社会或者是公民社会带到这个进程中来。那么有些领域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必须有各方面的代表，有些领域的这种代表还是不足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主要是指要是使得我们的使用者，就是说这个网民，他能够把他这个带到这个讨论中去，特别是这老年人和青年人那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达到了这一个共识，我们得需要一个真正的这种定义和我们的标准都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这种过程必须需要一个多方介入的这么一个流程，而不是说只靠这个法律法规来这个管束它。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一种，就是无论是私营经济还是这个公有经济，还是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就是无论是使用上的标准还是使用上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都要共同来制定好啊，我们现在说到这个道德规范这块了我现在向请 Lucien
他是代表这个青年 IGF 法国的，那么他们呢也是在这个工作中呢，把这个道德规范这一块做了一个非常工作的重点，所以说呢，他也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事儿。那么当然了，就是马克龙总统呢，他是去年也做了一个IGF 时候的讲话，他也说到这个道德规范的事情。律师，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再陈述一下，或者说这个把他这个展开说一下你们在法国的工作？大家早晨好，安妮，谢谢你给我的介绍是这样的啊。法国的我们这个7月4号我们开了一个这个我有5个不同的这种研讨班和这个全体成员大会的这么一个大会，我们就是决定了有这个4个这个主要的工作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要这个数字化进程要成有负责任的，要是负责任的。刚才也说到了马克龙总统在巴黎这个 IGF 的那个当时开大会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个主题就是说这个数字化的包容性。第三个就是说数据的管理，数据的治理。这个当然了就是说也是我们反映了以前的这个 IGF 大会的主题，主要是说这个治理和这个法律法规这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它事实上呢是这个法国提出的这个倡议，就是在这个地区性治理的这个倡议的这么一个后续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这在方面呢，我们有新的这个3个倡议，有一个其中也是这个 Christchurch 之后的，我们的专门是反恐的这么一个建议，还有一些。就是就针对于法国的这种地区性的情况专门是说这个反对伪新闻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倡议。我们现在这方面呢也还在讨论这些这个恶毒的这种谩骂的这种语言在网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说要把2个项目我想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说内容上的这种规范化内容的对它的这种控制，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也很敏感的一个事。第二点就是说人工智能的使用上必须要有这个内容上的这种法律法规的限制。那么说到这些这个谩骂或者说是造谣生事吧，那么这也是公众的讨论非常的激烈，所有的参与的人都要必须在这方面做出他自己的努力。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它实际上是和人权也有关系的。也在法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我们法国不是有一个数字委员会吗？我们就讨论这件事儿，就是说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全自动的这种计算法，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些内容，就是把这个真正的这些谩骂把它给挑出来，把它给一个就是控制住。这个可能跟这个人权言论自由也有关，也有一个很敏感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IGF 在法国的这个工作。谢谢。我也是号召大家看一看这个法国的这个工作年报，这个看一下他们那个上面写的好多的这个他们的讨论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就是人权对人权的这种保护这块的这个担忧吧，在这个他们的整个的倡议也有过比较好的这种陈述。我们现在可听到了这个南欧的情况了啊，我们也和的马塞多尼亚这个他们的IGF 也听到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人是在这个在当地甚至是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不平衡，有一个非常大的鸿沟。当然我们肯定是可以说了那个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地区它有问题我们这个非常担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有
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真正讨论这个因特网的这种政策方面的事情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事情呢都这个说出去，让那些有能力做这决策人也要吸引他们来进入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欧洲的这个地方，这么我们说的巴尔干地区，事实上他们的差异也是很大，各个国家差异也很大的。那么这地方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相互之间有好多的这个学习吧。我想问问亚娜或者齐琳娜，你们这个明年去墨尔岛这样的国家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种国家它比较特别，它和其他国家情况有些不一样啊。大家早上好啊，安娜谢谢你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我明年的这个大会在墨尔岛啊，但是我是说我要强调一下，其实我们也是和这个本地区或者说这个是属于有共性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落后很多啊，我们就是说那个隔绝的啊，不是啊，我们事实上呢在我们整个地区也是努力致力于我们的这种网络能力。我们为什么去墨尔岛这个地方呢啊，只有说明了我们这个对它是有一个共性的一个共同的点。那么说到新技术来讲啊，我们的确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就是说新技术如何才能够使得这个人类这个特别是这个一个社会的被边缘化的这种人群得以帮助就是说把这个互联网能够对那些所有的人都能够上网，而且它是能够支付有能力支付上网的。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这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就是说新技术如何的进行一个使用来把这个弱势人群把它给带上，把它给他提供他们的这个使用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言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就是说对大多数人技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轻而易举了，但对这些但是残废人他是利用技术来使得这个生活成为一种可能性。我就说这个技术带给这种特种人群的这么一种帮助，比如说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辅助性的这么一个技术，比如像Vodafone 吧，他们就有一个APP 那么他这个就是放在这个有一个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就是说他有一个响的这个像头本身它可以用这个眼睛就是用脸来这个控制它的这个鼠标一样，有个小鼠标上面这样的地方呢就使得这些残疾人士就能够比较更这个简易的和别人进行连通进行通话了。那么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倡议吧，就使得他那个做了一个广播，他实际上给那些就是弱听的这些人，就是说这个听力比较差的这些人，专门给他们的。这些都是一些好的实例，是如何通过这种新的技术来这个使这些失聪的人或者说这个是听力弱的人也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进入社会这个共同进入社会生活的技术。另外像这个Georgin 的，我这个也有这个Georgin 的这些一个同事，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就专门是帮助这个盲人或者弱势的这些人来这个进行网络的使用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更新。那也是这个卫生部给他们了一定的支持，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有些这些产品能够真正使得这种残疾人能够使用的可能性。那么在土耳其我们也有这个学生他这些学生是这个就是视力比较差或者是盲人的话那么我们用一个技术使他们也能够参加考试，正常情况他们做不了考试的嘛那这个他怎么做又是什么技术我不太清楚那么这样就是说使得这些盲人学生能够这个用这个在这个技术帮助下能够参加考试，能够通过考核。
那么我们的讨论也是真的是带来了好的效果。我们在很多这些议题啊，那么我们真的是老是从自己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应该换位的站在这种残疾人的这种立场上，能够来这个想一想，技术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能够我们能够为他们通过技术的进步做些什么事情啊。谢谢你就把这个角度给我们带到了我们讨论中，其他的国家人也没有谈到这个方面嘛啊，所以我也是想让大家都思考一下啊，那个这个 CBEC 他们的这个工作报告也在这方面也是做了特别好的陈述也是对我们的讨论那里面也是讨论到 5G 的这种使用啊。那么就是不是说每一个国家这个在 5G 的是发展上是同一个水平也不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数字的一个战略能够得以这个实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日程中会把这个问题也带进去的啊。那么在这个现在呢，我们等于就是说这个东欧就是大约是基本上有些报告就听完了。那么有人没有在这个网上问问题呢啊，如果就是说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儿在最后再进行这个问答环节。那我们现在再去这个拉美地区，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加勒比地海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小国家，而且就是他也面临了一些很重要的挑战，可是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普遍性。我们就能不能问一下瓜特马拉，就是代表，你可以在这就跟简单的跟我们讲解一下你们的优先，就是要做哪些什么工作，就是怎么可以帮助老百姓呢？我是巴拿马，我是来自巴拿马的不？那么我们就没关系，我们就是先说巴拿马的事吧。那我还是用用西班牙语，这是我的母语。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过第二次，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在巴拿马进行了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个倡议是2017年的时候想起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做了就是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利比岸的这个论坛的东道主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的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我们地区的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就是他个人的这个保密数据的保密。而且我们在这就是有两个大国，一个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是我们的法律就不符，就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立法情况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而且我们在我们地区的安全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政府要在这就是加就是做这种监督技就是监视技术，所以就是这种是大城市都有是摄像头，而且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就是它完全是侵犯，它是侵犯老百姓的，就是我们私人范围，所以往往在这对公民权益我们也是缺少了解，而且政府还以为就这都是可以解决国家的一切问题，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上就集中的谈这些问题，一个是普及化教育，一个是个人的就是隐私的保护，那么就知道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些技术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并不是人服务于技术的，像我们前天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女士博士也是在她的发言当中也确实主张了这么一句话，这都是说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一些事，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把国家就是国家的首都就巴拿马城，我们如何可以改造成就是一个智能化城市，但是并不影响到我们的公民的权利呢？因为巴拿马在两个美洲，就是南美北美之间，它有地域就是享受一个具有就是战略性的位置，而且我们目前的这个政府和以前的政府
他们都是想把我们改成一种每周的一个技术枢纽，可是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巴拿马引进一些技术，要有一些一定的条件才行，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公共政策上就多要做一些工作。 那为了促进这些投资，这也是因为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好这些工作，所以我们最近做过一次会议，想调查这些技术到底给我们提供哪些什么机会，也同时可以对于人权的保护做出贡献，以便能够更进一步普及化互联网。巴拿马有 7个这个少数民族，那么就是我们少数民族并没有过特马拉那么多，就部落，但是我们也是想确保这些社团就是或者这些社会团体也可以接入互联网，所以在这我们和互联网协会都是在探讨一些办法，如何可以给这些少数民族提供 互联网的结网方法，以便就是互联网连对这些人来说，就完全是一种开放性的、普及的，一个事，而且就是可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巴拿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里面所讨论的一些重大 的工作就是谢谢您，安雅，就是你整个一年就是非常多的，就是非常积极的做了这份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好，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呢就是是不是可以在这也是做一些结论？那么我是谢谢您。那么我们是不是在留着这个地区？ 我们也还是回到欧洲，而且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也可以，或者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各个这些，就玻利维亚，你们就是在玻利维亚也是做了这个拉丁美洲的论坛的东道主，那么你多给我们讲一些 这些拉丁，就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地区的新兴技术的出现，而且就在讲话当中就简单的反映到你们这个地区的特征，而且也是可以说到这个多边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这个概念嘛。好，非常感谢。 你确实已经曾经是这样说过的，就是我们就去各个区域和地区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是比较明显，而且我们在玻利维亚，我们都是有点差在当中，而且我们当然就是也有一些独立的或者就是一些个别的一些工作，要比如说要推广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推广。 那么这大部分这些工作是进行在于就是大学的和学术界的，那么都可能都是说是科研项目。可是我们也我们去年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工作项目，是要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或者就是四次我们就安排了四次的，就是四届这些工作会议或者工作讨论会，研讨会，我们也是和我们的那个通讯部等等，还有就是大学，就是几所大学，我们都是组成了这么一些研讨会，四次就是四届研讨会，而且我们在这提供了一个草案，为了 能不能就是对这些物联网装置做一个中断装置，就是做一种就是测验，还有呢法规需要什么呢？什么是法规？特别是这些供应商，他应该符合哪些什么法律要求？那么就是这个探讨这个研讨会已经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验。第二呢，我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新型的技术来说，就是这个 5G，就是第五代移动手机技术，5G 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非常积极的欢迎5G 技术，就第五代手机技术。可是，当然就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我们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会议和研讨会，我们讨论了一些几个，我们争论了几个不同的方面的意见，而且我们在这，特别是在法规方面，我们应该也要多做一些工作，而且再说，我们也可以再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技术。而且我们都根本还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些技术，虽然我们可以利用，但是好像，比如说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收费标准也应该就是不允许或者就是不促进我们广泛的使用，移动手机，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就还得做一些很多的工作，这个也可能就是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地区的其他的国家也是类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来说的嘛，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国家，就是我们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些和那个就是用户的，就是保密权是有关系的。我们那么就是我们在这提供这些创新，我们就是提供这些行动计划，我们也还是说的一些工作，可是说这个移动电话，或者就是我们也还没有一种全面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呢，就是我们确实各个区域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非常感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拉丁美洲的这一些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说到那个通讯市场，特别是就是这个移动电话的市场。那么也有其他的一些视角。非常感谢，那么非常感谢。那么，假如我们是不是再可以等待几分钟？可是，在这还有一些三个，还有就是东欧的一些几个方面。那么以后呢，就是我们会欢迎大家，我们还会欢迎大家参加讨论。那么，只有你允许我，那么或者就是在说在阿美尼亚之前，说到阿美尼亚之前。有没有？那么就是厄瓜多，对，有了好。那么你能不能就是再补充一下 Roberto 的，是这个讲话，看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区别，或者就是有一个就是可以比较的嘛？好，非常感谢。那么我也还是用我的就是母语，就是西班牙语。那么。我们在这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对一些这些比较敏感的，就是社会团体，我们也提了问题。比如说，就是有的社群它是根本联系不上或者连接不到互联网，就60%是有连接的，但是40%没有。所以，那么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些政府部门，他们就这些家庭结构，比如说就是各个用户的家庭结构，那么就传达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那个公民是就是1700万的人，而且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接网了、上网了，在我们国家是这样。比如说。就是一旦人是去世呢，就是去世之后，就是你仍然在互联网可以呼出他的这个人的信息。可是换一句话，我们说的是新兴的技术，新兴的技术往往也可能就是发挥一些威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有的人他是这个残疾者，他会受到影响的。或者呢，就是我们最近说的那个，就是这种生物测量的，就是这种数据，我们也就是这种生理测量的数据也是一个热门题，而且这种生理就是这种特别是残疾界的这些数据也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那么就是他们也可以用这种生理测量技术，可以在互联网上做一定的操作。可是就是这些数据也突然就在互联网上变成是开放性的，但是就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所以就是也可能这些数据也是可以就是被利用、被滥用。所以呢，就是为了能够控制这件事，我们在这可以能做点什么呢？特别是我们的就是多边的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方案来说，我们先要提高我们对个人数据的，就是我们国家公民的个人数据的保护水平，一定是要提高，而且特别是我们也要就是保护，特别是比如说就是青少年的，就是这些数据，或者我们经常忘记这种角落，而且就是这种生物，就是辨识技术，就是是被滥用的，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是需要我们社会公约里边的肯定是就是社会公约里边的一部分。因为呢，我们就提高这个意识，那么我们才真正的可以保护我们的就是各个方面的这些人的这些利益。那么这个方案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下边就是现在说到东欧，因为呢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谈到东欧的这些所以那么我们的远程主持人在这，他也是负责就是他也是在自己的国家负责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论坛，而且也是。我们现在欢迎，就是您多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好，非常感谢。而且我也是，我现在在这也是一个阿美尼亚国家的名义，就是作为一个协调人的身份来说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可以开放新的一些，还开发新的营业模式。我们也是对于社会、教育等等部门都可以做出贡献。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刚进行过会开会，我们就在这有了一些很多这些新兴技术。我们研究了这些新兴技术对于数字化生活和教育的影响，而且特别是在商业、物流、游戏制造、零售等等部门，我们都是用这种新兴的技术。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对于人工智能也是有了新的一些就是开发，而且就是也可以利用一些现有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他们的销售。那么我们在阿美尼亚这个国家，它的文化遗产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对于比如说国家的有名的名画等等，我们也是做了这么一个。一个项目，一边我们要提高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一边可以导致我们的青少年就能够更好的传达和宣传我们国家的3000年的历史。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哪些什么，我们在全国的这些博物馆，我们全国的这些艺术品，我们就要更好的普及化，这些信息。另外呢，我们和教育部有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我们对这些教材，特别是就是小学的这些教材，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人工智能技术，以便可以用以实时的方式给学生们、给小孩子们，就是传达一些视觉效果。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更好的学会和把握好教材的内容。目前，我们限制到物理学等等内容，可是我们也要求，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导致小学生可以更好的学会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和效果和效应。那么，我们还是认为，我们一旦多利用人工智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对。将师给老师提供很大的方便，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年在 Armenia 进行的讨论。好，非常感谢。那么你刚刚也提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个，我还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是对如何利用这些新兴技术，也是一个很就是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象，而且就是我们在这里还得问。我们如何可以确保可持续性发展？那么这都是离不开年轻人，所以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是下一代人，他们会继承我们做的这些对，我们就是做的这些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下边问。就是乌克兰，就乌克兰，你们也做了非常优秀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我是现在就是想换一下乌克兰代表。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Valery，我是来自乌克兰国，而且我们是我们本国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国家主持人。而且我在这也是负责我们的这个青年分会，而且首先我对安雅表示衷心的感谢。你是提到年轻人的参与，因为呢，我们刚刚有了，我们已经有了，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青年，就是对年轻人，我们能够发言，而且就是我们成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且，那么就是我们取得了哪些什么成就？今年我们对于包容，我们特别是就是我们谈了包容问题，你可能知道，我们在这有一些。团体到我们国家来，那么他们也调查了一下我们的，就是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也调查了政府的，就是各个就是政府的网站，他是不是他对公民的这个他的那个操作方便等等，所以呢，我非常高兴的，我可以在这公布我们。在这做了一个很有眼光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包容问题，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包容问题提高它的知名度，而且我也是，那么我欢迎各个和诸位利益相关者，为了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我鼓励大家更好的、积极的配合协调，因为只有我们是同舟，那么我们就可以共济了。好，谢谢。很高兴听你给我们介绍，听你这个信息，这是对青年很重要的，也是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社区，可能也是大家的学习的一个方案。我们现在可能要总结一下这地区的人民的。谈到俄罗斯的社区，也论他们的对新兴技术的一些方面，
现在要论俄罗斯社区用信息媒体的一些方面了。大家早好，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参与这次论坛。请允许我说俄语，因为这是我的母语。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俄罗斯的 IGF。我们在今年不仅是庆祝互联网的50周年，但是50年前，我们是在俄罗斯，就是基于乌的那个域名，原来就是学的用的，25年前有那个俄罗斯的互联网。是一个自己的一种生态宇宙，我们提供很多就是不同的网络，有很多那些贸易和就是交流平台，应该强调俄罗斯的网络适合继续做成全球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投资、对新兴企业，就是一直是保持我们开放度，这是我们的国家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塞格基连科，这是我们那个总统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就是支持赞同我们这个看法。这是他在一个俄罗斯刚主办的网络治理的一个论坛，他有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的部门，他的任务就是一直是推动网络的进展和开展，我们一定要确保这种安全的网络的操作性，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将来可能有潜在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我们在这个论坛也已经听过几方面，这方面的效果是我们在拟定国家的那个人工智能战略。是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普京总统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份就承认了我们这个战略。我们还要论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数据保护和反抗cyber 犯罪，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国际合作式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给予一些国际的不同的组织做一些联合会和，所以要一个达到平衡的一些出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能代表所有的多方利益相关之的利益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定很成功。如果一些国家能保证这个方面的安全的一些手段，最后我想说，我们的网络安全的发展一定要保证这些，要保障国家和企业的一些利用网络的权利和利益。当然，也要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到，技术发展的不断的进展，也保证一个很开放的这种开发环境。谢谢大家。好，谢谢你，俄罗斯朋友的贡献。俄罗斯的 IGF 这些。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代表这种多方利益相关制的这个方式，政府是很支持这个方面的努力，
他们是在高峰会也去的相关的代表，所以这个对这个发展很有利。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地方 IGF 的代表的名单到期了，所以我现在已经看一些同事排队在我们观众领中吧，给他们一个机会发言。谢谢安雅。道歉，我们就是迟到了，所以我没有刚才就是上那个论坛。我代表 Afghanistan 的IGF，这是我们国际啊级别的一个 IGF。我们论一些公共政策的方面，特别是公共网络政策的。我们的地区IGF 只是2017年建立的，这是联合国 IGF 的秘书办公室就是承认了我们的 IGF，我们要提示让大家意识到网络性的重要，我们也要用这个多方力相关者的这种方式。我们2017年的第一个会，就是论了网络治理的时候，2018年的5月份，我们就是开第二次论坛，第三个论坛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已经有500多人都参与了。来自技术产业，来自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一些社区的。我们为什么2019年的那个这一轮会议这么成功呢？在阿富汗斯坦，是我们就是论了很多就大家感兴趣的兄弟，比如消费保护者、连同性、平等的发展和多方利相关者的丰富的很多话题和专题，所以我也想强调的是。IGF 的 Afghanistan 的 IGF，我们要一个儿童学院，这是独特的一个组织。我们是说网络安全还有连通性人权年轻人的那个权利网络治理网络内容和一些媒体的内容媒体政策，怎么就是对新型技术的对待，你是不是？我就是看了你们的那个保留，我发现的是你们进行很活跃的那个论坛，有意义的论坛。能不能跟他们说，就是在新兴技术方面，你们论了什么？好像有人工智能是一个问题。是的，AI 也是做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专题。有不同的代表是来自政府、私营部门，我们也讲就是这么。如何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有联网的可能和特别是负担成本性，就是这些问题。Afghanistan 的 IGF 的报道，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在他们的网页就查看。我觉得性别男女平等在 Afghanistan 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很高兴你们有机会论。
现在我们要听俄罗斯政府的代表，罗曼，我觉得很有趣听你们的解释，你们的经验和一些最佳做法。我觉得俄罗斯可能要从你们那就是借鉴。我想补充一下，亚太地区的 IGF 也是在 Vladivostok 举办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展厅，有俄罗斯的那个宣传网络发展的一个论坛，我们也是代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很多努力和我们的工作的结果。也是在巴黎宣传一下，在一些不同的论坛，也是在奥特迈尔经济部长和西门子 CEO 说凯撒就提出了一些方面，所以我都是很鼓励你们，都是查看我们的那些网页，我也很高兴能这里碰到我们爱马尼亚的、乌克兰的、贝拉鲁斯的一些代表，也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那个文化遗产和年轻人对互联网的这里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的语言都是通过新型技术和网络技术和。我有想建议就是，有互相邀请参与各方的那个 IGF，这是对我们的青年合作会有很大的这个促进的作用。我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我们有一些秘书，就是可以在处理你们该论坛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坐在我们那个大圆桌的几个同事，我们呢先给Mary 一个机会发言。谢谢安妮，我要表达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那个论坛。我是哪里来的？Mary Uduma。我也代表奈及利亚和西非的 IGF。我们很注重新型技术能做出解决我们的是现有目前的很重要的问题的贡献。我们有很多一些委员会和有技术产业，他们就是提供一些无人的机，就是给我们的农场供水，这个是新兴企业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作用。我们也要解决一些安全的问题。就是生活和资产的安全，我们也要来解决我们的能源和供电的一些问题。新兴企业在这次也会做出一些贡献，可能我们的NRI 网络，也是会带来这个方面的一些网络化、网络形式的合作。我很喜欢意大利的 IGF，是来推动俄罗斯的 IGF 来推动。我们呢，可以帮他们的努力做一个我们的媒介会议之巅的一个贡献和，还有一些技术企业在一个世界的一个地方就是进行一些工作，可以来到另一个这边，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我也很高兴听你们的有些这点的作用和一些很这点目前在落实的项目。好，有一个同事在这，我是来自戛纳的 Lily Edinam，我就是协调戛纳那个 IGF。我们也是在戛纳有一个就刚才就是。参加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会议，所以关于新型技术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青年包容性就业的机会，这是我们就是特别注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从手工到数字的工作的这个进展，这是为了我们劳动的一个重要的训练。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基础设施，就便利我们用不同的新型企业，就是可以同时使用这些。所以我们能如何就是合作，以良好的方式利用这些新型企业？因为很多人就是担心，有新型企业代替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失业，所以年轻人也要很注重，就是新型企业会提供的机会。我们当时有机会，开展举办另外一个龙会，在非洲的互联网的一个大会议论坛。要塑造非洲的数字未来，所以我们是处于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是也要参与世界的各地的这个新型企业方面的发展，那个物联网就是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也要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是从哪个角度来谈呢？谁来融资？谁来支持？我们如何能继续保证我们这一方面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我们论的想法和意见，我们都会表达。我们就是想寻找更多的是这个方面的倡议。我觉得我们目前走的方向是很准确的一个方向，很有利的一个方向。谢谢来自戛纳的贡献，这是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听他们的意见。现在有欧洲的 IGF 的代表。谢谢安亚。我叫张乐，很高兴你们来自到我母国，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我是来自德国。我们德国人很高兴有一个机会来自全世界的人，就是跟他们我们贡献他们的看法。我不想论我们去年在 Rio 的解释的拟定的那个论议，就是你们可以查看我们那个相关的报告。我想论我们未来将讨论的一些主要的问题。首先呢，我要说论新型的技术的问题，有一个力相关者的。群体是的，特别的专注，这是每个国家的那个议员。你们可能发现了，有很多就是来自全球南部的和 IGF 的政治家。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能最好就是在明年的是那个议会主会 legislative main session 的那个时候，你可以见会很多这些政治家，把他们就是加入你们的地区性的 IGF，因为他们扮演很大的作用。还有那个高级别小组的那些报告，我想在刺激抓这个机会，我们就是在吃午饭的时候，可以跟全球社会在
公务餐的时候，论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一些地区的新的 IGF 应该考虑，这是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拉丁美的 IGF，就是做一个对这个进行的一些政策回顾的一些方面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他们那个联合国数字合作的小组听他们的报告和，我想邀请你们参与这两次论证，第一次是就是讨论他们那个高级别小组论坛的报告，我们可以在就是第一个会议室就可以中午的时候参与这个讨论。我也高兴你提到这些理性管制是把这些议员加入你们这方面的论坛。所以，如果你们这个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跟Sandra 联系，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跟各国家的议员让他们参与你们的这个本地 IGF 的这个工作。我们可以从这里就是进一步的是讨论。我们还有5分钟，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可能超越5分钟，所以我们还剩下可以用剩下的5分钟总结一下。好，很好，谢谢。我叫Alexander，我是 from 俄罗斯，代表民间智慧。我们就是那个俄罗斯的 IGF 是被俄罗斯的政府的完全控制了，没有任何的办法进行一个开放的那个做防疫相关之的一些，所以这是完全是被政府控制的。我想感谢 Levin 和 Chukov 先生，代表政府这么勇敢在这里说话。他们没提到新闻就，要政府要大幅度的利用审查机关，他们可能没审查一些措施，他们就是会压迫和删除很多我们在联网发布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 IGF 的办事处会鼓励我们的在俄罗斯也可以对新型技术可以进行比较开放的一个争论。我想感谢IGF 参与我们的 Vladivostok 的那个会议，这个方就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一个方式，要就感谢阿米尼亚、乔治亚、俄罗斯民间社区的代表参与讨论的这个事。好，谢谢。那我就不这个地方就先不允许他们的直接这个的回答这些。我们说的是新技术啊，我们不是这个说这个IE 怎么来组织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是非常这个尊敬那个有这个120多个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工作啊，那个我们12年来他们都是为我们开大会做出极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技术的问题，Alexander。你说的刚才就是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啊，是让大家觉得心里很不安的。那么包括了这个整个的言论自由方面啊，那么就是我们事实上对于这个所有的这种 NGA 的这种工作啊，我们没有做他的这种控制的这种方法，我们是支持他嘛。我们知道在这个俄罗斯，可能是这个多领域的合作是有些问题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非常开放的，是进行任何的这种AME 的讨论是可以的啊。我希望，谢谢 Alexander。
好，我们这个知道，我们认识，我们也这个跟相互之间做这个交流啊啊，那个我他也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每次也都请他们来参加会议，那我不是说属于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呢，我是。就是知道在开会的时候呢，这个是多领域的代表都有不同的这种意见啊。那我觉得你现在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儿不太合适。我非常愿意是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就我事实上，我不是说是代表政府的啊，我是代表这个公民社会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我是你所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我。共同这个得到一些印象，然后有一种产出，我希望你们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呢，希望你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对于网络治理的不同的方式方法。我觉得在俄国没有任何的检查啊，我认为我们所有的这些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个自由的这个观点是完全可以在网络发表我们的自由点，就Instagram、Telegram 我们都可以用吧，啊，是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的这个意见是做的是不对的，我觉得呢是不合适的发表这样的意见。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直接的对话嘛，我们是这个共同来代表自己的不同的这领域来进行对话和合作嘛。是啊，谢谢你刚才说的这件事儿。嗯，那么我觉得再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啊，那个我们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会议的这个主题给带偏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集中着。我们的工作室当然是就是说有它主题的限制的范围。我们现在说的是新技术事儿，不是说的你们俄国的这个网络的问题。嗯，那么这个山是属于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IGF 的这个代表，那么啊，是的，我是明年是这个去这个俄罗斯参加了这个 IGF IGF 的这个大会。那么事实上呢，我去年也参加了这 IGF 的大会，我觉得就是说，当时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道主，嗯。那么明年我们就是说 ，Lipa， 那个那么事实上我说的这个亚太地区的情况，我们这个说到新技术的发展，有些地区像这个尼泊尔这样的地区，它是没有这个下海的出口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海参崴的时候讨论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那么所有在这个计算方式之后所产生的这种道德的问题，道德规范的问题，这是也很有意思的，对大家都是非常有触动。主要是说是关于这个道德规范，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我给学生做教育上面使用这个，或者说那么就说是一个社会的标准，社会的状况事实上是变动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道德规范有的时候就是过于的这种僵硬了那么事实上我们是不是要有这么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变化事实上我们这个 IGF 可能是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议题要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文化的变化，它事实上呢是这个是不断的这种持续不断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如何是在方面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规范吧。我们还说到了这个APEC 的地区的事情，包括了我们这个渔业的问题，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日本代表的这种发言在这个二十峰会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个在金融业的区块链的这么一个掌控控制。那么要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对这个金融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个金融投资者的这种保护和这个在金融市场的犯罪这个我们说的了这个些还有这些
网络犯罪的情况也是对我们都是很相关的啊。那么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终端，终端客户的这么一个，那么在台湾还有一个 EOT 的这么一个项目，是也就是为了展示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循环，啊。那么第八次第八和的是这个十六届的这个决议上面的，有这么一个陈述啊。就是对这个非法行为的这么一个监视，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的这种发表的这种言论中，如何是把它做一个估量，能够在这个言论自由和个人的这种有害言论上面做一个这么一个监控的这么一个相互之间的这么一个平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对它的很多的一个整个的一种可能说是它的一个偏见吧，能够把它这个彻底的消除，就是说事实上人工智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另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吧，在说到人工智能的时候，在全球的使用中，如何是使到为全球的这个健康状况能够做出贡献。我想就是说非常愿意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明年的这个地区的这个IGF， 我们在这个加德满都组织开会，欢迎大家来啊。好，就是说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去啊，如果是这个没去不了的话，也应该是在网络上给追踪你们。现在我们还有几秒钟啊，还有一个网上的一个问题吗？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评论吧，这么一个意见啊，这个北马赛多尼亚的一个，他就是说啊，说我们这个讨论那个新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的这种整个的流程啊，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在北马赛多尼亚，我们的这个政府提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数字化进程的这么一个倡议，而且是这个使得所有的这些社会服务能够真正的这个进行数字化，那么正就是就做这么一个情况介绍。我们刚才不说了吗？不同的这语言能够这个新技术带解决这个不同的地区的这种方言或者语言的这种情况啊，这个也是在公共服务上必须克服的这么一个困难。Alexander， 那么 Scorpio 还有两个朋友，希望短一点。最多两分钟啊。好，主席先生你好，我说的快一点儿。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不是 NFA， 我是沙利，是马尔蒂文的，你回去看一看啊，在地图上找不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身上呢没有这个代表。那么我们事实上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国家占全球的1%的这么一个领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岛国。那么真的是我们参加这个大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这个有这个洞见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 IGF 这个大会我们第一次来参加，真是看到全球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也非常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国家自己组织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 IGF 大会。我们希望呢这个全球的伙伴还有这个地区的伙伴能够来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这个开发一系列的这种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这种新的技术呢，能够是，
这个在这个使用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必须要是一个多领域的这种参与，使得我们的国家能够有这个能源得到保障，这个粮食得到保障，这个物流得到保障，就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我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真的是。 好，今天还是明天，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这个。Even真的是没有在这个 IGF 有自己的这种真正的代表，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 Even 能够开一个 IGF 大会，能够国家大会，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事情。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这个问提问或者说发言。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可能，关于我们的这个道德规范，道德法律法规要道德规范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是更为这个加强，而且这个整个这方面的这个战略上也有更多的透明度，而且要使得。